有点不妙啊，今天好像有点不妙。这肯定是前锋。前锋刚刚修了两下气，拿一刀啊兄弟，拿一刀开个技能就走了，好吗？
对吗？哦，死定了，宝贝，还在这儿。往回走，死定了，宝贝。天，你凉的是透的。这个点你也敢强转？直接来了，真是啊，这也太真实了，要不叫吗？哎呦，打扰了，对不起。不打了，不打。真好。但是不用闪现，你能挂到？我刚才还想要闪现，我操，又开始了！我这个人怎么老想着骚操作？哎呦，给自己两巴掌！行了，我都自己把我自己吓到了。我想闪现，闪爆闪，然后把它挂到地下室去。脑子里都是骚操作。还得给我拖。佣兵开的，这就让佣兵出击呗。这把可能还是要平啊，这个阵容好容易平。稍微带点愉快就行。不用看电梯了，直接往外跑。那个人在摸人，肯定摸的话应该倒在比较远的地方，然后可能会往右走。往右走，没问题，救不到了，他们输了。
我知道他这条肯定要盖我的。